东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日前侦办李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案，并搜索查获大麻、安非他命、一粒棉、毒咖啡包及俗称神仙水的液态摇头丸等各式毒品。李姓女嫌向警方表示，不法犯行皆是她一人所为，没有其他的共犯。但是李嫌眼神闪烁，壮士心虚，令警产生疑窦。经检视李贤手机相关资料，赫然发现其陈姓男友亦为本案的贩毒共犯。那本队报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余谷游淑文检察官指挥侦办，将陈男拘捕到案，并搜索查扣安非他命、磅秤、分装袋等相关的贩毒证物。全案将陈贤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李姓女嫌跟陈姓男嫌这对毒鸳鸯以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方式，由李贤透过网路负责寻找买家，陈贤外出进行交易毒品，为李贤对男友痴情相守。即便有自白或减刑的机会，人一间扛起贩卖毒品的十年罪责，不愿供出相爱的男友。然陈贤在女友落网后，随即搬离租屋处，更换手机门号，与女友撇清关系。熟料警方早已锁定陈贤之行踪。日前趁陈贤外出用餐之际，持拘票逮捕陈贤到案。那在拘提陈贤的过程中，陈贤否认身上藏有毒品，警方这却在随身携带的遥控器内发现有异状。经检视该遥控器已被陈贤挖空，并将这个安非他命藏匿在遥控器内，企图躲避警方查缉。后经警方将陈贤带回住处搜索，在住处内扣得安非他命、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贩毒证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在此呼吁大麻、安非他命毒品在我国属二级毒品，制造、贩卖第二级毒品，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单纯施用亦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并施用第二级毒品会产生被害妄想、错觉、幻想、焦虑、睡眠障碍等戒断症状，造成记忆、学习与认知等危害。年轻朋友切勿因好奇心驱使而轻易尝试，以免误人误己，后悔莫及。好，谢谢。想象比较少的。对啊，三。
给你们整。不会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是抓。人家龙哥。嘉龙哥好像。他是要骑车的。真的。骑摩托车。那我早上跟他赖他是说要睡觉。就把他过去。我看好方巾的，所以他那个。是最近吗？对，看他这正走。天哪！五天前了，要重播了。对嘛，三件嘛，我们都是资料有三件。可是他说昨天局务有提的话，那个局长是说四件呢。所以我们三件资料就是有二件。不知道啊，就看你们的认定啊，怎么样？因为是台北地区，他们也确认说三件什么？对，是三件。第一节，第一节，光明灯。光明灯，我这是一到十一三件啊。刚刚你讲的，一到十一三件啊。消除。不过等一下，如果说大家没在讲话，我收音。麦克风 C， 麦克风 C， 一二三，麦克风 C。一样，对，哦，一样的方式哦，就是这边解释一下，然后这边再解释一下，然后就拉过去，大概。等一下哦，开始。那这个哦，是我们查过换血哦，随身携带那个尿液的检验试剂哦。那它最主要是要检验它的那个尿液是否呈现多丙的阳性反应哦，然后以规避我们警方做查器哦。然后另外哦，这个是我们具体换血到案的时候，在他身上哦所查扣的一个遥控器哦。那它最主要它是它已经把里面挖空了，它把毒品藏在里面哦。这样也是一样哦，因为外观来看就是一个。遥控器哦，那它最主要也是要规避我们警方做查缉用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麻的散弄的大麻。啊，其他这边都是磅秤，其他这边都是磅秤，就是遥控器型的磅秤哦，也是一样可以随身携带哦，不会让人家发现说他因为贩毒带
傍身出门哦，这个都是。这是陪客什么？那个是无水咖啡因。